那个食人族跟他讲了一句话，看他自己一个人来嘛，你是背了很多东西。对啊对啊对啊。那食人族讲互相交谈，不会咦？然后不是用一个呱呱嘛套在鸟鸟上面，啊蛋蛋露在外面，啊一个绳子啊缠在腰。哦。啊我们当然也要我们穿那个嘛，我们就拿来那一看，你拿全新的我们就算了，他拿中古的。走的。风风伟业去了，这不是台湾族啊，自己去，真的吗？独自前往，他在印尼的巴布亚省，就在那个新几内亚，巴布亚新几内亚旁边内亚去过，对，哎，台湾去过新几内亚的不多了吧？厉害，对不对？有人比我去，比我更频繁吗？一个礼拜去两次非洲嘞，作秀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丫头我们去合唱那个屋顶，然后台下700多个黑人，黑人问号，然后我唱还哎会唱歌，丫头一开口。700多个黑人问号。哦，一直 go to， 一直 go to drink， 自己跟去嘛。然后食人族，然后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对，为什么要去食人族？你要拍你作业吗 ？YouTube 频道刚成立，要想说去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拍片太危险了吧？有一次去交朋友，对。然后去了就也不知道吃什么，也不确定他们会不会。后来那个食人族跟他讲了一句话，看他自己一个人来嘛，你是背了很多东西。对啊对啊对啊。那食人族讲互相交谈，不会咦？是把自己送来，我们就点你。后来我就带了12个面包跟2罐水，然后要去过3天2夜这样子。你不用吃啊，第一天你就被吃了，对啊，所以就不知道，所以什么你是去之前不知道吗？就不知道到底那边有什么东西，但是我有看到有人去过，然后又写文章，然后就照着他的路线这样去，然后地图啊，然后到处问路。然后语言都不通，就是全部比手画脚。嗯，我光找一个公车站就花了半个多小时 ，bus station 他们都听不懂。嗯 ，OK， 嗯，对。那你去食人族部落，那他们不会吃你吗？我其实后来有问，就是比手画脚，他们说他们在1980年代以后就不吃了。哦，不吃。对，以前可能部落跟部落之间吵架会吃，会吃。那现在就用全部用钱。1980，对，全部用钱解决就可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就差不多1980那个前后去的，然后不是用一个呱呱嘛套在鸟鸟上面，啊蛋蛋露在外面，啊一个绳子。啊，缠在腰。哦。啊，我们当然也要我们穿那个嘛，我们就拿来那一看，你拿全新的我们就算了，他拿中古的。走的。然后叫我们在那个屋子里面休息。啊，进去就啊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乌漆嘛黑嘛，大白天也乌漆嘛，茅草啊，泥土，弄，我跟豆豆2个就在里面啊，然后无聊在地上画景致有没有？啊，圈圈叉叉，对，无聊。他画完以后再把土再抹掉，再重新再来，干嘛？后来才知道他们家哦，就只要凡每一家每一户，他们家里的人过往以后，都直接卖这个。你在上面完全就我们再多玩几盘呢，就会有人伸手跟你都不要再玩了。被摸到他，真的。后来出来那个村子外面，我就看了有一个雕像很高。然后我说：“喂，这个雕像很棒，看他们要不要卖。”好，村子开礼明大会，全部在那 kiki koko kiki koko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男人交谈呢，每一个都这么讲 kiki koko kiki koko。哇，这么精彩！对，心结撞来撞去这样。后来说100块美金，哎呦，哎，很多了，大笔，几十年前呢，对不对？要开会 kiki koko kiki koko。No， 200。300，然后后来终于有人站出来，很生气哦，怎样都拿刀了。哎呦，好，讲完以后翻译就翻译完，他们的祖先都在这一根柱子里面，的祖灵都在这根柱子。那你要跟，然后你要把人家拿回来，那还得了？不可以嘛，每天要祭拜的东西嘛，400。然后开始他们就冷静下来了，500，终于有个年纪大的，这我最后了，我全部掏出来给他看，就只有这500美金。后来他们那个酋长讲，没有，他老人讲的比较慢，比较慢好，决定了，怎样啊？那翻译就说，他
他们的祖先都在磁场面，决定500块美金卖给你。我说、啊、祖先怎么办？他说没关系，祖先再死就有了。什么啦？这是结论？这什么烂部落？这什么 ending？ 我们竟然从新几内亚把那一只高达6米的柱子搬回台湾了！太疯狂了吧！后来就放在修比都华餐厅。这是真的故事啊！真的啊！他疯狂到2层楼啊！那你觉得那一根很？周杰伦在2楼弹钢琴啊，所以里面都是他们的祖先啊。对，祖灵都摆放。啊，你刚刚跟的哎。Walking 啊，我们基督徒啊。哇塞 ！We are the world。好，来再听谁的？蓉蓉还有去北海，还有吗？去完神族部落以后就去北海。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台湾人去。OK。然后还蛮有趣的，就是跟新闻上面讲的不太一样。哎，怎么说？因为大家都说，哎，北韩很恐怖嘛，就是金正恩的他的施政的方式。然后去了发现，哎，其实就还蛮像一个正常的城市，就是哎，大家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。哦，对，然后我们去那边4天3夜，然后餐餐都有啤酒可以喝，哎，就是比我们想象中都还好。对呀，对，然后去可能去搭地铁啊，或是搭他们的看他们的表演这样子。嗯，但还是可以发现得到，就是它其实有些东西会很不寻常，你就觉得怪怪的。它是演给游客看的吗？对，很多人会说，就是好像都是演员。然后比如说我们有去一间寺庙，在平壤首都那个寺庙，然后那个寺庙是算是整个平壤、整个北韩最老，可能5、600年这样子。对，就那图片上面的。因为台湾这个对宗庙文化很多嘛，就是庙宇在你身边随时都有，但你会发现你走到那间寺庙的时候，那个住持。他的给你的反应很奇怪，他感觉像演员，就他没有那个灵性，太讲究了。对，你对到他的时候就很难用言语去形容，但你就知道，他应该是演员，或是他就是假的这样。对，对对，但就是餐餐大鱼大肉，基本上去北韩就是他会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哦哟，要你们带回去那个北韩，就是好看的讯息，各个国家。然后就是我们会有2个导游，然后再加上一个 cameraman， 你去到哪边都跟着你这样子啊，拍下你的一举一动，这样会有人这个在监控，有点像监控什么？那你们的手机可以随时拿出来想拍吗？哎，现在可以，你要拍什么基本上都可以拍。对，那你那拍那个金正恩的图像的话，有一个角度，还有你不能拍一半。对，你不能比耶，不能比站，你就要在那边，你要站好，对，要站得很好，然后不能卡到他的头啊、下半身，你要拍到整尊这样子。他们会检查，他们会看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拍的还好吗？”这样子。